你再这样，老师可就生气了。难道是我不够吸引你吗？你说的好听，可还不是睡着了？所以呀，老师可要惩罚你了。把手伸出来。你说要打多少下呢？看你认错态度良好。那我就先打你5下好了。你自己数着，记住了吗？下次再犯的话，可不止这些了。好了，知错能改，老师还是很喜欢你的。现在。已经放学了，你还不回家，在这里干什么呢？哦，是上次考试考好的奖励是吗？好像。好像室友这么说过，原来你一直记得。老师才没有反悔的意思呢，我可是老师，说话是算数的。既然上次答应你了，那。今天就来兑换承诺吧。那么，你想要什么样的奖励呀？放松心情？怎么个放松法呢？你说放松就是和我一起吃零食。你从包里拿出这么多零食，要干什么呀？果然是个小孩子呢。吃零食放松心情是吧？好吧，我知道了。
师喂你吃零食。要不要老师再喂你一下零食？来，啊，继续吃零食吗？你怎么有这么多零食啊？
我说，你的包里面到底放了多少的零食？还有，好了，零食也吃完了，赶快回家写作业吧，明天还要继续。